吃鸡不？买了一只五斤多的帝王蟹，先把脚剪掉，螃蟹身体下姜葱，猛火蒸20分钟，锅里下芝麻油，把姜葱煸香，依次下螃蟹的脚，加水，下盐、料酒，开中火烧15分钟，即时已到，螃蟹脚出锅，蟹身体出锅，搞定了，开吃。主页还有更多详细美食，不知道吃啥，随时来我这边找灵感。